大家好，我是新塞，我是 Kevin。我们现在在蒙佩利耶蒙皮利埃的一个动物园，看地图里面好像非常大，就来看看正统的法国动物园长怎样。Let's go！发现草泥马，哎呀，草泥马法文怎么讲 ？Nick 脏咩？不是，这是脏话，法文叫做 Vigon。发现一只孔雀，孔雀的法文要怎么讲 ？Bomb。动物园就是要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，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，小朋友才会爽，小朋友才会爽。发现魔，后面是一只魔，南美的魔，法文要怎么讲呢 ？Tapir。我这边有一只大只的蕉啊，蕉啊的法文怎么讲呢？哇走，蕉啊，哇走，骆驼，单峰骆驼的法文怎么讲 ？Dromadaire。那双峰骆驼呢？双峰骆驼叫做 Chamon， 单峰跟双峰名字不一样。土狼，土狼的法文 Licon。Licon。来，加快，加快速度。两栖图，栖息图。今天要跑100趟。好、哦，来自动物园好像健行哦。我觉得来自动物园运动的成分占居多，走了那么久只看了几个动物而已，超大。我是真的是在冲山头哎、欸，靠！让我想到以前啊，当兵的时候啊，我在凤山的部校受训，部校后面就是一座山，我很常要冲山头，那时候就很常早上起来吃完饭，然后就准备要上山，就感觉好像哦、喔。现在我在法国，我就缺那个阿凤姐那个小蜜蜂来卖那个霸掌。你也知道阿凤姐？阿凤姐很有名。你知道阿凤姐啊、喔？阿凤姐的霸掌超好吃哎、欸！我走到这地方，让我想到部校，然后瞬间就想到阿凤姐的霸掌，她一个霸掌不到一欧哎、欸！法国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？每次冲山头的时候，一定都会带枪。带枪的时候，我把那个枪故意架在 S 腰带上面，就比较轻松，然后偷懒。可是不会被抓到吗？不会啊，看不出来啊。欸、你又没当过兵，你问我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没当过兵、啊，你还没当过兵，你知道什么是 S 腰带吗？黑色那条吗？其实我也忘记什么颜色，太久以前了。反正就是现在走路，真的让我想到以前凤山部校上山那条路，满满的不好的回忆。美好的回忆只有阿凤姐。那时候上山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吃阿凤姐。就这样而已。那时候那个哦，后方超恶心的，真的超恶心，超难吃，难吃到爆。步校后站的好处就是有阿凤姐的霸掌可以买。这是一种特殊的羚羊，叫做赶羚羊。后面这是非洲大羚羊，什么都很大的非洲。法文怎么讲呢 ？Bongo。两只犀牛抢草吃。犀牛的法文怎么讲 ？Hinoseho。把犀牛打架，犀牛打架。来，捅它，捅它。捅，对，碎，捅了。会怕，会怕，惊，自己要去捅别人的，志向的逃跑了。斑马的屁股，斑马的法文怎么讲 ？Zeb， 斑马 ，Zeb， 鼻水，流鼻水，超丑的，哦，冷死了啊，冷到没知觉。长颈鹿法文怎么讲？稀罕。饥寒，猎豹，猎豹法文怎么讲 ？Gepa， 猎豹 Gepa。刚才都是免费的部分，我们现在买了票进去付钱的地方——亚马逊丛林 ，Let's go。这边让我很有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旁边那个植物园热带感觉。没有去过，我不知道。因为外面现在才7度，进来就是感觉应该有差不多20度左右，好温暖哦，难怪要钱。缴电费，花钱进来吹暖气。对，蛮舒服的。还有瀑布，完全就跟台中的科学博物馆旁边的植物园一模一样。食人鱼，它现在的状态就很像我刚剪完影片放空。奉劝各位不要轻易从事餐饮业，很容易变成这样。我遇到的很多 chef 都长这样。不想理你啊，完全不鸟我。危机总动员，当我刚吃完享食天堂的状态，爪，我够大只的爪，爪的法文要怎么讲呢？虾棒，爪虾棒，青蛙 ，grenouille， 搞唔加呢？搞上去，几架搞，还上去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拜拜。